公所三剑客。那这部片呢是在2009年9月15日发行的。那之前呢这些都有提到过，那如果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人可以就是看上一支影片再回来。那他所 DVD 营销这一点就不多说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讲芭比公主三剑客。那在芭比公主三剑客里面呢，他的东西他说是角色就跟过世的芭比就可能就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呢这部片的角色呢就比较清晰也比较回忆，所以在整体上面呢，虽然说它还是一部小说改编的片子，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保留住芭比的角色清晰的。这部片呢是在2009年9月15日以 DVD 发行，那在销量市场呢是在第二名上映的，那整体卖出3300，那刚开始呢是卖出那个399000的 DVD， 那相当于560万美元的销售金额。到了10月呢，它算排行已经跌到第24名，但是它 DVD 一共还是有卖出629178台的 DVD， 那整体销售总销售量呢，其实有来到990美元。那之前就有说到芭比的话，它是主要也都是用 DVD 营销的方式嘛。那这部片呢，它改编是三剑客，那三剑客的作者就是亚历山大马土斯。那马土斯呢，他将三剑客的背景就是在17世纪的巴黎。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巴洛克洛可可的时代。那这部片呢是在讲说芭比就是饰演的是可莉，可莉她从小受到父亲的启发想当一名剑客，那在她想当剑客的同时呢，她因为时代的关系，那导师说她常常说出她想当剑客的时候呢，她就很容易就被嘲笑。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的风气就不允许女生当剑客的，或者是说从事一些男性许可做的这些行业，所以当可莉说出这他要当剑客的这件事情呢，是经常很容易就被人家嘲笑的。那在这部片呢，他主要也是用这部三剑客为基底，然后道出一些女权的主义。那在芭比来到巴黎之后呢，那他就来到皇宫当情侣。那在当情侣的过程当中呢，维维卡、阿罗米亚跟瑞丽看到可莉这样子，他们就问可莉说：“可莉怎么身手这么好呢？”然后可莉就说：“我想成为一名剑客，三个女孩的梦想也是成为剑客。”那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彼此梦想也都是当剑客嘛。那杜波斯女士就教他们说：“你们想要当剑客，他可以教你们技巧，但是只有皇室才能授权让你们成为剑客。”那这个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吧。那同时不就教他们在成为剑客训练中的时候呢，你们要千万记得，就是要保持冷静。海伦女士的教导之下呢，他们就找到了机会，在王子的化妆舞会上面呢，他们就成功保护王子，然后说他们也成为当剑客。这部片呢，他还是有些对于小说还原的地方有非常明显的，应该说是小说里面针对这部片的彩蛋，那还是有还原到原文小说的。像是这部片的时代背景就刚刚讲的嘛，就在17世纪的巴黎。那还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瑞丽、艾罗米娜跟瑞贝卡他们的前室友叫做康斯坦。那康斯坦呢就刚好就对照到原著小说，就是其中一个主角达达尼昂的暗恋对象。可莉的家乡在加斯坦尼，那加斯坦尼刚好也就是原著小说原型的故事。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可莉撞到瑞丽、艾罗米娜跟瑞丽这个桥段呢，其实是在致敬每一年，就是达泰安呢他无意间撞到是一位剑客，导致他们就只好以决斗的方式撞上，但还是有还原到的嘛。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部片呢，刚刚讲到的艾伦米娜、瑞丽跟维维卡嘛，他们其实是芭比的朋友，那他们也说是芭比的朋友，那其实也那
可令女这个角色呢，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呢，可令呢，她的个性其实是过去芭比角色，或者是未来这几个芭比饰演的角色呢，这么有个性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过去我们看到芭比演的角色嘛，可能非常有个性，但也不会像可令这么有个性。这次还像，甚至还会对着男人发脾气，然后很倔强。这样的角色其实很直接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是芭比各个角色非常罕见的。那上次呢，我们提到了有研究证明呢，芭比其实有产这件事情嘛。那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呢，芭比是白人，那像是他的朋友。Summer， 他饰演的是 Ivermina 呢，他就是玫瑰金的头发，那他的代表色是蓝紫色，他使用的武器是扇子，他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然后很会跳舞，对于每个男人来说就觉得他浪漫啦，所以我觉得在查维基百科的资料上面呢，我觉得他暗恋王子这一件事情有一点点不太对，因为他不每个男人都爱嘛。对，他觉得每个男人都非常浪漫。那再来就是我第二个喜欢的角色就是 Rebecca， 他是那个时尚达人，那听说呢他演讲会倾向于霸王，那他就是他的肤色比较黑，他是芭比的朋友 Teresa 饰演的。 Teresa 好像最我唯一的印象就是他有在那个芭比是特务小组里面有演到，那还有在芭比是时尚奇迹他也有演，但只是客串而已啊。那他是时尚达人嘛，那他的武器呢就是缎带，缎带呢他可以像是编织吊吊，幕后花式是这样子的。特丽莎的他被自己的裁缝绊倒，然后绑成木乃伊，那非常漂亮。但是原力呢，原力的话呢，他是尼基饰演的，他是美国籍的黑人，那可以发现真的芭比的世界里面对待黑人跟迪士尼在芭比里面的世界呢，对于种族就没有那么的歧视味这么强，原力呢相对就比较务实一点，相对就比较务实，这次的里面最务实的他是小提琴手，那除了非常会拉小提琴之外呢，他还会各式，他的舞步也非常精湛，他也非常看到小清新手啊。那么刚刚就是在讲这几个角色嘛，都还没有讲到可令。那可令呢，他就是带着非常多的希望，因为只要想到见面的女生呢，可令都有办法帮你带到他们身上。就好比可令是一个皇宫里面的老夫人，老妇人，然后他是专门打扫的，那。他刚开始在皇宫的目的也是当剑客，只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时代更保守，更不允许女生是剑客这回事，所以因此黑人就只能好好的安分守己，到现在他还是没有办法打算当剑客，甚至还被杜斯瞧不起。那最后呢，他也还是在皇宫里面好好的颐养天年，虽然他没有当上剑客，但是呢，可令说出他想当剑客这件事情，在很认，这也是带给很认某种一丝希望跟温暖。所以可令这个角色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温暖。对，那同时呢，他还是有保留一些芭比的个性。但这部片呢，他其实也有被致敬哦。他是在芭比就是上次见面，就是也有被刺激。Alice, you found it. 1, 2, 3, et puis voilà. Dans ton cœur, t'as le pouvoir. 那长大回来看这部片呢，其实真的很明显，它特别带有一些女权意义。这部片呢最想要传达的是这样，就是当你在或者是所有人都或者不认同你的时候呢，但是你只要做好准备，当时会来临的时候，你反而可以甚至向所有人证明你是对的。对，这也是这部片最想表达的。好，那以上就是我对芭比公主推荐的分享。那
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片的话呢，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或者是下面的想法告诉我。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或者是说有些内脏跑出来啊，这种片我是比较不能。